嗯，梅枝，端的什么呀？交杯酒啊！端去给姬喝呀！心玉这么娇弱，要是在外面，那得多危险呢！ 一夜没睡啊 ？Morning, good morning. 日上三竿，该起床了。大早上起来就这么暴躁，还没你这个鸡的脾气好呢。姑爷早。啊，早。 姑姑，泰山大人，您这刀伤着我没关系，可是这要伤着你女儿怎么办？仪式一过，拿去下锅炖鸡汤。来人，在，拿下去。要喝你了。哎。 这把刀，您这刀多少斤？82斤。哦，关圣人的青龙偃月刀，他就是关爷爷的大刀了。哎，不对，那个斜对面的才是关帝之后，莫非您要改姓了？这是胡说八道！斜对门那个老匹夫，虽是关圣之后。 但是手无缚鸡之力，为妻如虎，当真是辱没了关圣的名声。老夫如此造势，就是想触怒那个老匹夫。啊，明白。您开心就好。那时候不早了，我上班去了。哎，上班？办公。办公？我去县衙。嗯。 对了，贤婿，那个严秀才的娘子不见了，好几天都不见人了，你事不快，逃不了关系的。万事小心。多谢泰山大人，那小婿告辞了。泰山大人还蛮不错的。 必须是今天，只能是今天，一天都不行。放心，我们会把事情办好。哼，老张，在。
年年，哎呦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拿着。干啥？一会儿肯定有用。啊？李佑啊，抽一个。就一根啊？别人都抽了。嗯。严家娘子失踪案有结果了吗？回大人，还没有。那今天是谁抽到了短签？把签都举起来。李佑，把你的签也举起来啊。回大人，今天抽到短签的是李佑，把李佑带上来。是。哎，哎，哎，大人，这不公平，我抗议。抗议？你抗议什么？我抽的时候就剩这一根了，没别的抽，所以这不公平。李佑，你上衙迟到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那个时候典某的时辰还没到呢。趴下。你，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他们来的都比你早？那是他们都串通好的。大人，李佑身为新人却不思进取，今天就该是打李佑。哎，这个问题多在你自己身上找原因，不跟你说了。大人，请发落。还好我有准备。你笑什么？你有病啊！打你屁股你不疼啊？我轻轻拍了一下。要搞我？大人，这李佑耍诈，他屁股里面垫了东西。这，我拿出来看看。是。大人是猪皮，账二十。大人冤枉啊！小子，跟我斗，打到你半身不遂。我跟你有这么大仇吗？记着这个教训，要么别结仇，要结仇就得断根。大人，英明。记住。你爹让我告诉你，如果实在破不了案，就立军令状，说三天之内必破案。因为他老人家说，山人自有妙计。大人且慢。说。大人，您就容小的三天，三天之后小的保准破案。等三天。嗯。大人，这分明是李佑。李佑，你要是敢使诈。现尊大人，小人家就在城中，小的跑不了。如果三天之内我破不了案，任凭大人处置。行，就暂且饶你三天。如果是办不了，那就加倍重罚，杖四十。谢大人，小的这就去办案去。大人，赵成，你诸般吵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案子结不了？你三班捕头难道就没有责任吗？我，来人啊，给我打赵晨十大板。是，先宗大人，这我，哎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啊！啊！